好 ，OK， 来，现在刚才花了一点时间录影哦，没有录声音而已。要来，这个是95的，如果要换，要换九，这是95的啊、哦，所以这个9590口径会不一样，这90，这95，要换一个转接环进去。好，那刚才呢，那个越南大提醒我说，今天他会下去哦，我一直以为哦，是镜头带一下。好，我一直以为说这边。这个位置凸出来，这是凸出来。那我需要把这个螺丝调降啊。后来那个果然是他们有经验啊。他说推进去的时候，推进去的时候这个往下降，那这边其实就降到最低点。这时就可以试试看。好，那这边是那个，这边是95的。好了，那现在我来装水来试试看。好，我手上现在这个是95的，不是957，然后是95的。好了，那现在呢？哎，不对，这边这个环要拿掉。按照网络上的说，这种通用模的话要设在175度。好，那我就来试试看。好，放进去。好，阿元人生第一推，不对，做第二推哈。第一推是借一台仪器过来。好，3、2。放开，好，出来，哦，看起来不错，增强就那一秒钟，我封好了，好，请进，请进，请进，不知道。哎，封好了！我人生第一封是在那家公司，然后这第二封95，对啊，我刚才就数了1、2、3。封了啊！哎，我们今天要做热吗？今天做什么都随便，你们决定。也没有冰块，真的。不，冰块再给我点时间，再给我点时间，对啊。嗯，好。哦，嗯。哎，那个珍珠滚的，把它里面来做，对。好 ，OK， 来，那个煮已经开始煮滚了，然后那个看谁要配合学姐们的那个哈，但尽量轮着做，好，尽量轮着做，来 ，OK， 好，学姐麻烦你的，一样先洗手，先喷酒精哦，酒精我们一般这就可以了，不然就点完名就下去了好了，好 ，OK， 测试完毕。